OK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坎特伯雷，我们简称坎村篇。对，这是一个我住了很长时间的一个 city，它是一个 city，它不是一个村儿。但是，英国的城市都比较村儿，我们就自己把爱丁堡叫爱村。牛津叫牛村，剑桥叫剑村，坎特伯雷叫坎村，都留学生们都是这么安排名字的，对。然后把我的东西准备好，下一张，这个看一下就行了啊。然后坎特伯雷。如果说你们想知道坎特伯雷更多的信息，可以去 visit Canterbury，3w.canterbury.co.uk 上面去看更多的东西。坎特伯雷呢，你看这个 map，其实它这个整个城市就这么大，对，然后像一条鱼，对，像一条鱼，这是鱼的尾巴，这是鱼的头部，这是鱼的身子。对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坎特伯雷的大教堂，然后这是修道院，对，然后这有个罗马教堂，Edinburgh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，基督大学，这是一个罗马教堂，对，这是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儿，然后因为城市不大，所以说我们平常都是步行，然后也可以骑自行车，然后。现在有电动小滑板是挺好的，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坎村有什么好玩的。坎特伯雷有，Westgate Garden，对，叫韦斯特盖特花园，这是英译的翻译，直译的翻译是什么？西直门公园嘛，Westgate，西直门。Garden 花园，我们当地人都管它叫西直门公园。对，就是你们常在留学网站上看到这个图片，然后常在小红书啊，在微博呀、微信里面看到图片，对，它就是这个公园里面来的。然后在市中心的巴士站的旁边有这个。Dungeon Garden，对，这个公园就是它一般夏天有音乐会呀、有很多好玩的东西。然后来到这个是一个英国是一个可以有合法有自己枪支的国家，对，然后有靶场，这个就是当然你有持枪证，你有自己的枪，你可以拿着你自己枪去。你没有的话，你也可以，有体验版，对吧？花个20磅，花个30磅，打个25发，打个30发，也不是特别贵，就是一种体验。对，然后，坎特伯雷旁边最大的，就是野生动物公园，White Animal Park。对，这个挺大的，对，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他们家有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家在动物在那个动物圈里面有那种房子，就怎么说嘞，就是一个房子，就是在老虎圈里面，这是一个贼大的老虎窝里面。然后有好几个房子，然后就是你的房子有一面的墙是玻璃的，然后就是正对着老虎园，就是有可能你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老虎就在外面睡觉，就是可以近距离和动物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类似旅游的项目。和酒店你是可以住的，对，这个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是可以，可以去一下的，挺有意思。然后我们说的稍微大一点，对，就是刚才这个就是坎特伯雷 City，然后稍微往出去一点点，然后稍微大一点，文化遗产，坎特伯雷大教堂，
英文名叫 Canterbury，Cathedral，对，叫它叫 Cathedral，它不是 Church 更小一点，Cathedral 就是大教堂，对，这个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然后上面这个是，就是大概有600多年左右，对，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个修道院。对，这就是个修道院，这也是文化遗产。就小小的坎特伯雷，这 Canterbury Christchurch，就是 Christchurch 和啥和那个修道院，这两个是两大文化遗产。还有一大文化遗产是一个罗马教堂，就是对那个历史就更久，就是小小的坎特伯雷一个 city 就有3处文化遗产。所以说，它是我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是特别强的。对，然后离 Canterbury 稍微远一点点，到 Oxford，就是坐火车的话，大概就是一站20几分钟到30分钟。对，它是 Oxford 的奥特莱嘛，就是购物的地方。对，它现在全面升级了，然后更多品牌入驻，折扣更多。然后周末可以去逛一下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就是海边，对，就是vegetable 或者 vegetable，怎么读都行。我们平常读 vegetable，t 就不发音了。vegetable，如果说看这张图片，你们有可能在很多小红书上，然后很多社交媒体上见过，就是它是一个盛产牡蛎的地方。oyster 牡蛎、生蚝，对，然后每一年的夏天都有牡蛎节、生蚝节，放开了吃，一个才50几匹、60几匹，2个1磅，对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法国的，但是比较少，然后我一会儿就是现在就鼠标在的地方，Ramsgate。拉姆斯盖特，中文名叫 Ramsgate。Ramsgate 是拍摄《敦刻尔克》的地方，就是《敦刻尔克》大撤退的那个电影，就是在 Ramsgate 拍摄的。对，所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打卡景点。然后 Ramsgate 是可以直接眺望到法国的，没有问题。一会儿我们就是肯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，Dover，多福港。多福港也是可以眺望到法国的。然后我介绍 Ramsgate 的原因是 Ramsgate，就是它是，如果你看地图的话，它是一个半岛的下面一点点。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沙滩，对，就是坎特伯，就是整个肯特郡的周围有天然沙滩的就那么几个地方，Ramsgate 就是其中一个。然后，OK。外面的旅游说完，我们再次回到城市。这个城市有啥好吃的？OK，中餐，中餐肯定是有的啊。Golden Kitchen，吃烤鱼，哎，他们家烤鱼可以。然后，那个啥，在英国你肯定要吃 full breakfast，对吧？这就是全早餐，或者fashion 一点的词，你们把它叫，管它叫啥，叫brunch。Brunch 是个 compound words，就是组合词，它是 breakfast and lunch，掐头去尾 brunch。对，这种组合词其实在英国很多，对，很好用。然后再就是日式料理，日式料理其实在英国，占市场要比中餐还要大，因为日本出来的早，文化宣传的早，所以说。英国人更接受日料rather than Chinese cuisine。对，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英国的日料也价格还是可以的，不算太贵，但是价格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再在英国就是意大利菜，很不好意思，英国没有啥好吃的，英国就 for breakfast 好吃，
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中餐呀、日料呀、意大利餐呀、西班牙餐呀，什么加勒比餐呀、美餐呀、快餐呀都行，就是英国餐，哎，那就说说，好，就下一页，看这不是有啥购物的好地方，OK，我们看到这张图，这张图是Wayfair 的 shopping center，这个地方啊。这个地方就在坎特伯雷的 bus station 的后面，对，就是你坐公交车坐到 bus 的总站，然后这样过个马路就到了。对，就这一块，玛莎呀、Primark 呀、Tesco 呀、Farway 呀、Boots 呀都有，都有，就是你们日常能碰到的都有，什么。Body Shop 呀，EE 呀，O2 呀，然后啥？然后，你们不喜欢那个 HM 啊，Zara 呀，Next 呀，都有，对，所以说，不要怕没有啥，没有地方买衣服啊，买吃的有。然后这旁边就是高街，英国的高街有个特点就是，你不管去哪个城市。高级该有的店都有，对，这一点比较好。然后再说一个比较大的地方，就这个地方是，Starry，就是这个地方是从阿斯达到后面，就是坎特伯雷的郊区居民区，对，这个地方有很多店比较大啊，比如说阿斯达比较大，Q BQ 就比较大，然后啥，然后就 Iceland 就比较大，然后再往后面，再往上面，往后面走一走，PC World 就在这边。对，如果说你住在这周边的话，其实也是挺方便的。对，我们介绍到了城市。旅游，然后住的地方，买东西的地方，吃的。OK，回归一点比较重要的，坎特伯雷是个坎特的文化的中心。对，为啥说它是文化中心呢？因为啥？因为英国国教是圣公会嘛，它是啥？是基督教的一分支。然后啥？然后是英国的国教。然后。坎特伯雷的大教主 Archbishops 是 head of church，就是他是老大，对，他是总教主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公司的 CEO，对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，第105代，对，然后他。平常只有两三次、两三个时间点在坎特伯雷，比如说，圣诞节，比如说 Easter，比如说，每年9月份英国有一个节日是，也不是节日，就是一个习俗，就是他们会把每个城市的，最高空间开放给所有的人来看这个城市，浏览这个城市，对。就这三个主要的日子，他是在坎特伯雷的，平常都在伦敦。因为啥？因为他是 Head of Church，所以说，他有很多工作要做。就是在坎特伯雷的日子，基本上这三个时间点你是可以见到的。对，然后这是整个就长这样子。这是门口，这是一个。画的图，对，然后如果说你们去的话，你们要去这个教堂的最前段，就是你进了这个门之后，最前端的那个最前端是每一次就是教父就是发的教父，
进门的那一个巷道，那个那一面墙上面，就是雕了最新的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，对，就是伊丽莎白的老公，也叫爱丁堡公爵，对，然后他们俩的像是17年、18年的时候雕的，然后。就是和这个旧的就能产生一个很强的对比，因为比较新，所以是白的。然后，以前的旧的像伊丽莎白一世呀，然后就是，这些时代的像就比较黄一点，比较黑一点，因为这个英国酸雨的蚕食嘛。对，下一页，来到坎特伯雷了，就有一个。很大的点就是出行，对，可以坐公交啊，坐公交是比较方便的。然后我这里找的都是 day rider， day rider 就是日票，通票，就是你买了这个票，你今天随便坐，就是他们公司的公交车随便坐，对，是稍微贵一点啊。然后这一张我放的比较大，因为是。就是肯特大学的，比如说你，对吧？你的学生证已经下来，你已经拿到学生证了，然后啥？然后你就可以上车，买学生票，对，student day rider， 这样的话就会稍微便宜一点，然后范围还是一样大。刚才说的学生证呢，我回去讲一点啊，就是大教堂，如果就是肯特的学生。拿着你的学生证去教堂，不用门票 ，free， 对，就是公交车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公交车的服务范围就是这么大，所以说基本上对吧？你要去学校够了，你要看个啥东西，基本上这个区域都覆盖的都是挺好的，对。然后我们下一张，下一张就是给专门给学生的。对，就是，如果说这个啥，这个你要去学校啊，从这个点出发，从 Canterbury Bus Station 出发，然后坐个 Uni， 然后又一路绕上去，17分钟，然后 Uni 的话有 Uni 一、Uni 二，对，然后我这边这个图就是一个 Student Bus Card，Student Bus Card 要比。你买那种全票便宜一些，行，对，然后一年大概到200块左右，这个价格是旧的，然后肯定会上涨，但是大概一年就花这200多左右，你想啊，刚才咱们看到一天3块3，然后200多的话，对吧？你如果说一周用个3天，就是一周里面超过6次使用。这个钱就赚回来了，对，所以说，学生你在英国，你是学生，你能拿到什么学生折扣就拿什么学生折扣，这个没有任何意义，对，意义就是你是学生，我就能享受学生折扣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对你拿学校的邮箱尽管注册就行了，什么 Body Shop Boots， 然后什么 HB。什么，HM， 这各种店，各种会员卡，该办就办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对，学生折扣该拿就拿。然后，如果你是去到就是坎特伯雷最大的大学嘛，肯特大学嘛，对吧？如果说你到肯特大学了，那就是 King's College， King's Bus Station， 那就是坎特，就是康特大学最大的 Bus Station， 那就是 B 站台，就靠我们现在远一点的这个，这边这个是去海边的，然后靠我们近一点的 A 站台，right side 右边的，就是去市中心方向的，对，然后这里还有啥？这里还有不止说是有 bus。这里还有 coach， 那就是这种长途大巴，
然后这里也会停。肯特大学给就是学生的那个穿越不同校区的巴士也在这里，对，所以说上下公交车基本上都在这里。然后最后我放一张图，看一下肯特的位置啊。我们说的 Canterbury West 就是不在市中心，但是在市中心的外面，离市中心特别近。然后啥？然后你从 Canterbury West 就可以坐高铁到 Oxford 就能到伦敦，这个大概就是50几分钟。所以说，从坎特伯雷到伦敦是很近的，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。然后，当然从坎特伯雷到法国也很近。为啥？我不是刚才说的 Ramsgate 吗？Ramsgate 就在这里，这里也是可以眺望到法国的。然后 Dover，你们就是周杰伦有一个 MV 不是就在 Dover 多佛崖拍的，白崖拍的嘛？哎，那就是 Dover，对，Dover 也是可以看到法国的，对。然后如果说你坐欧洲之星的话，就是从伦敦一路下来到 Oxford 的。到 Folkestone，然后到Galle，对，就这一条线。所以说，坎特伯雷的位置很好。然后你们想去欧洲的话，对吧？从 Oxford 就买票到就是到啥坐欧洲之星到 Galle，大概就是2个小时，对。所以说，坎特伯雷的位置是挺好的。然后。就是在伦敦住的很多人，他们周末也来坎特伯雷玩，打个卡呀，就随便玩一天呀，然后就回去了，很适合周末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介绍了，坎特伯雷，然后整个坎特周边大概介绍了一下。好，谢谢。